太多的太重的太残忍的话，没纠缠是你的理由太假，我觉得你大可不必说的天花乱坠，是天使是魔鬼都没有绝对，没想的没说的都轻手去吧，你扮演的角色更可悲吗，放弃的就大可不必再争辩是非，放下的就请你守得干脆，任你肆意妄动，从没去想你是有多。